别催了，锅包肉这不来了吗？整一块里脊肉切成这么厚，用刀背剁那么一剁，必须往他伤口上撒盐、料酒、鸡蛋清也不能少。用你发财的小手使劲抓拌，把沉淀好的淀粉用手抓到肉上，整点油，为啥我也不倒，白醋和糖1:1.5的量，一丢丢生抽调色，100粒盐，肉放锅里有起泡了，你就可以往里下微微金黄捞出，油温升高复炸，稍微炸一下捞出来就完了。倒入刚才调好的酱汁，搅拌至起大泡，放肉，还有葱丝和胡萝卜丝，就可劲扒了它。学会没？学会做给你的小姐妹佳音们，我先炫为敬。这不饭店味吗？吃肉必须配咸菜，要不不香。猜猜这玩意叫啥？嘎嘎甜。哎呀妈呀，拔得我脑瓜子嗡嗡的，太凉了，我可不吃了。白了白记得想我。